见新自己，幸福新世界。幸福越南下龙湾小编 Steven 为你现场报道。眼前就在你正前方，就是下龙湾之美。在2004年拿到世界自然文化遗产，也可以看到前面这边1500平方公里的海面上，突出有全部加起来有1969个小岛。那只比我多一个而已，1969个。哇，你看，很棒哦！我们远眺，耶、yeah。